必须每个连只看嘛，唔肯对我摊平。一个是我的红仔，一个是我的姐姐，因两个现在做来做伙问骂我，敢讲是因为我的反对，唔肯斗相共，还是一直到今嘛，只开对咱的婚姻还是无信心？你是安怎？无啊，我安怎？听土大哥的声音，自然就认出来是你啊。应该是因为最近实在无闲啊，有淡薄忝啊。咁我实在有只妹，袂因为忝就土大哥。那就是有只妹老啊，体力变差。子欣嘞？你也无过你，胃口也无来这的路，今日几千遍啊，我家己无问题。妹啊，我家己来就行啊。我家本是惯是靠你家己的。但想不起，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、什么问题，你还记得，人在面对代志、做决定的时阵，不是面对就是放弃。也不过我相信，你从来袂算。最后一个师父多谢你，你这样说我等着拍摄说我要放弃了，加油，我会。你一人回去应该没问题，嗯，我在办公室。